还故事个开头。James Sunderland 收到一封来自 Monty Mary 的信，封信话可还寂静冷等跟佢。三年前 ，Mary 因为重病过的身 ，James 一直都放不低。真系为 Mary 咩？呢封信嘅字迹同 Mary 一模一样，令 James 更加困惑同埋心痛。佢唔敢相信，但系心入边有一丝希望，可能 Mary 真系正喺度失落。James 被思念同疑惑折磨住，决定揸车去寂静岭，想问出真相。点知去寂静岭嘅路被浓雾笼罩住，车上面的地图都冇用。James 在迷雾中迷路，最后唯有落车行路。可行在这条陌生的路上，四周未尽的可怕，只有可自己的脚步声。雾咁浓，可几乎睇唔到前面的路，但可冇放弃，因为可知道 Mary 可能在前面等紧佢。在浓雾入边 ，James 遇到一个神秘女子 Angela Orozco， 可好似都迷路。两个人倾着几句之后 ，James 决定自己去寂静岭 ，Angela 就继续问其他路。Angela 话佢嚟呢度系为咗揾佢失踪嘅家人，佢哋两个人都有自己嘅目的，但都系被呢个神秘嘅地方吸引住。James 感觉到 Angela 身上有啲秘密，但佢冇问，因为佢自己都唔清楚自己会唔会揾到答案。去到寂静岭嘅入口 ，James 发现咗一张地图，上面标注住几个地方、墓地、小镇、公寓、医院，呢啲会唔会就系解开呢团嘅关键？James 决定先去最近的墓地，睇下揾唔揾到线索。佢行入墓地，四周围都系破旧嘅墓碑，气氛阴森恐怖。佢喺墓地入面寻咗一阵，发现咗一个似乎系新嘅墓，墓碑上面写住 Mary 嘅名字。James 心入面一震，佢唔敢相信自己嘅眼睛，佢开始怀疑自己系咪喺做梦，但系呢一切都咁真实。佢决定继续向前行，因为佢知道只要揾到 Mary， 佢先可以解开自己心入面嘅疑惑。James 喺寂静岭嘅旅程只系啱啱开始，前面仲有好多未知嘅危险同挑战等紧佢。佢唔知道自己会遇到啲咩，但佢知道无论发生咩事，佢都会坚持落去，因为佢相信 Mary 喺前面等紧佢。呢个旅程唔单止系为咗揾 Mary， 仲系为咗揾到自己嘅内心平静。James 知道，只有面对自己的恐惧同埋过去，佢先可以真正解脱。喺这个神秘的小镇入面 ，James 会发现更多关于自己同 Mary 的秘密。他的旅程会点样发展，只有时间可以揭晓。寂静岭的墓地阴森恐怖，周围都充斥住诡异的气氛。James 喺墓地入边问 Mary， 点知竟然发现一个好奇怪的墓园。墓穴入边有一张相同一个金属盒，箱入边嘅人竟然系 James 自己。James 点谂都谂唔起，对呢张相同一个墓穴完全冇印象。佢打开金属盒，入边有一把小刀同一张纸条，纸条上面写住：你仲记唔记得 Mary 最后嘅愿望？就喺 James 谂紧嘅时候，突然间一只怪物出现。James 唯有拎起小刀自卫，好惊险咁击退咗只怪物。呢个时候 ，James 先至意识到。寂静岭唔系普通嘅地方，周围都系危险。离开咗墓地之后 ，James 决定去小镇，希望可以喺嗰度揾到更多线索，解开张箱同纸条嘅谜团。寂静岭嘅秘密先至啱啱开始揭晓。James 行喺寂静岭嘅街道上，四周都笼罩住一层浓雾，令佢感到更加不安。佢经过一间破旧嘅咖啡店，决定入去睇下有冇人可以帮到佢。咖啡店入边空无一人，只剩下一啲破烂嘅家具，同埋一个老旧嘅收音机。突然间，收音机开始发出奇怪嘅杂音。James 走埋去睇，发现收音机上面有一张旧报纸，报纸上面写住：失踪人口案件频发，请市民提高警惕。James 心里一震，觉得这个小镇的秘密可能比他想象中更加复杂。James 离开了咖啡店，继续在小镇上探索。他行到一间废弃的医院，觉得这里可能会有更多线索。医院入面一片漆黑，只靠手电筒的微弱光线照明。他在医院的走廊上行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因为他知道里头随时都可能会有危险。突然间，他听到一阵脚步声，他转身一看，发现一个身穿白色便服的人影。但当他走近一看，人影已经消失着。James 心里更加不安，
但却知道自己一定要继续探索，才能解开寂静岭的秘密。James 离开着医院，继续开小镇上探索，可行到一间废弃的学校，觉得嫉妒可能会有更多线索。学校入面一片漆黑，只靠手电筒的微弱光线照明。可在学校的走廊上 ，Him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因为可知道嫉妒随时都可能会有危险。突然间，可听到一阵脚步声，可转身一退，发现一个身穿白色便服的人影。但当可走近一退，人影已经消失了。James 心里更加不安，但他知道自己一定要继续探索，才能解开寂静岭的秘密。James 知道，开个旅程并未完结，他需要继续开寂静岭上探索，才能解开所有谜团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个小镇的秘密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。